小易，请问你手上拿的这一只是什么啊？小鸟。哦，是一只小鸟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请问你这是在哪里拿来的，还是自己做的啊？自己做的。在哪里做？哦，在哪里的美劳班做的啊？在儿童欢乐派的美劳班。我想请问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欢乐派的呢？从什么时候来参加的啊？暑假的时候，暑假的时候，家里的，对不对？这小鸟看起来还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参加我们的美劳班喽。对，那在美劳班当中，除了小鸟以外，你还记得你做过什么很有趣的作品吗？铁骨巴克。小朋友，请问你们手上拿的小黄黄的是什么啊？可以转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弟弟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刚刚在里面看他们会转。好，那这是你们参加哪一班的作品？科学班的作品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好不好玩？每次科学班都很好玩吗？对，嗨，你好。嗨，这边有两位非常可爱的欢乐派的小小朋友。那么呢，我现在要访问一下他们，请问你们喜欢来欢乐派玩吗？什么呢？科学游戏。哦，来的小朋友彩妮，她是那读静心小学，她是我的师妹哦，我也是从静心小学的。那那个彩妮，想请问你来我们这边参加什么活动？下棋哦，你会下围棋是不是？哦，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孩。那围棋会不会很难？我都不懂哎，会很难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来欢乐派，你